星艾雅泰勒乔伊近日出席巴西动漫展，让在场粉丝相当兴奋，纷纷想和他合照。而亲民的他也亲切地帮粉丝们签名和合照。就有一名粉丝递上自己安卓系统的手机，不过艾雅泰勒乔伊平常应该是使用 iPhone， 因此他按下以为是拍照键的手机侧边按键，没想到荧幕就直接锁起来了，让他相当惊慌，将手机还给粉丝。不过该名粉丝依旧不死心，再次递出手机给他，并教他使用方法。然而他还是按错了按键，让他骂了一声脏话后，无奈和粉丝道歉。该影片瞬间在网上疯传，许多网友看到后纷纷笑翻，直呼：“难道又安卓错了吗？”同为安卓手机的我为他默哀，这是 iPhone 最成功的广告了吧。Bye.